我们这个中国妈妈跟中国小姐林大姐。谢谢，谢谢我们的林大姐。然后现在抽我们的翡翠项链一套。好，我们邀请我们的对马精诚董事长陈侯儒在现场吗？帮我们摸彩，抽出我们的奖项。陈侯儒不在。林清慧主任在吗？林清慧主任。来摸了。哦，邱姿英在吗？邱姿英，恭喜我们的邱姿英摸到我们这个新郎刘兄的这个，哇，这一套很漂亮哎。留一句，留一句，那些。
有没有？恭喜！0922-746-989。我去
续喝。然后猜我们的特别奖是大东山赞助的，我们请一个欧阳桂月在吗？欧阳桂月，来，你上来帮我们摸彩。来摸彩，没有写名字，莫六马是。他的手机号码是196938，是马小姐吗？马小姐，因为后面莫两马没看到。你的头好漂亮。凤凰于飞马，马先生吗？你好，你好，恭喜你上台。这要送给太太哦。当然哈、哦。谢谢。来，我们面对镜头。哎，等一下，等一下，要拍照，拍照，要拍照。来，看姐妹。好。好的，谢谢。请新郎抽三瓶酒，还有我们抽三个人，我们的新郎官再请你上台，要抽出我们的三瓶酒。三个三瓶酒。化作了
前面画了大概80幅淡水画。哇，这是其中一幅，已经有很多画被没办法展就被。其实当一看就知道是淡水暮色，对不对？哎，对的。你看这个是淡水的海鸟嘛？对。然后现在在这个婚礼的外场，我也有一个画展，而且是2幅很大的画。对。所以呢，这个幸运的人今天想不想抽到我这一幅定价18万的画？保证升值，我们一定会努力，10年以后这个画会增值，好吧？前有陈晨波，后有蒋奈宁，我是让你讲呀，那谁来抽呢？谁来抽？啊，你抽啊！刘毅了，刘老师，刘毅教授来，刘毅老师，我们的前辈，来他的亲手来帮我们抽。好，来，我们欢迎我们的刘毅老师，刘毅老师是我们非常有名的响叮当的英文老师，帮我们抽。来，我们的刘毅老师帮我们抽，要抽给太太了啊。一个就好了。Brandy, 一个等一下哦，其实没写名字哎，0933826360。3866。好，恭喜。你看，花落三峡，珠海和平，耶、yeah ！各位，我最好的，我在官校的时候，他是我的学长，他对我非常照顾。我那时候见了刘毅老师啊，那时候我们用45寸的唱盘，他一直的来回的听来回听，所以他的英文能够到今天的程度，所以我很佩服他。所以我说，刘毅老师，你能够来是我的荣幸，而且这个交情是几十年的交情，我谢谢他来，也谢谢各位。谢谢刘毅老师，刘毅老师，我要考你试哦，永浴爱河的英文怎么讲？请你教大家一次每日一词，永浴爱河的英文。真爱和平，你看到没有？对，真爱和平。哎，跟大家报告一下，得奖的是三峡的工商促进会的理事长。谢谢。三峡的工商会的促进会的理事长，谢谢。对。刘老师他很难得，你能够讲几句话。我一定要讲一件事情。要讲英文吗？不是，那艾妮呢是非常有智慧的人。哎，我说能够选到这个，让你走到最后一个都是挺胸抬头，以老婆为第一的人。他永远是老婆，这个了不起。有钱的很多，但是有像他这么厉害的、这么爱老婆的，那个陪伴你走的话，艾妮你太幸福了。是啊，像你这种孤独儿，需要一个人来照顾你。孤独儿，孤独死。刘毅啊，刚才谈考你试的刘毅老师还没有回答我，永浴爱河的英文怎么讲？The love forever。谢谢大家，谢谢，祝福大家呢 ，Love Forever， 谢谢刘毅老师，谢谢。今天我们请徐志平，他今天要上台，要是什么给你们呢？怀上那边没有的，啊 ，surprise， 对 ，surprise， 送给对表，送给你们对表，祝福你们呢，香香对对，满泥不归。哎呀，太感谢我的，谢谢。Sweet 的主持人呢、啊？谢谢。那今天呢，也是新郎和新娘在这边呢，非常的谢谢大家的莅临他们的世纪大婚宴呢，在此呢，他们非常诚挚的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呢，敬个礼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各位，我非常谢谢各位，尤其谢谢我们的艾妮老师，她预计9点半结束，刚一看手表，9点半。我的手表是不是坏掉？可能太快了，看看真的时间。9点25，所以我的手表是比较快。OK， 谢谢各位，再说一次，谢谢各位，非常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待会儿车子停那个停车场的部分，可以跟我们与会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呢，要停车券，可以扣抵这个停车费。好，这个好。现在这个姓高，他为什么名字高尔夫？
很棒很棒，你可以转一身哦，大家看一下你的身材哦，那一个礼拜打四次。是菊志平，中海婚礼的负责人，华人畅销女作家陈爱妮与刘邦志先生结婚，出版新书《让我们结婚吧》，让更多人因为结婚、出书与活动，活出自己，得到圆满幸福，也是他一直梦寐以求想做的事。他与陈爱妮志同道合，30年后重逢，共创事业。他们要做有益、有趣、有利的事业，过好下半辈子的人生，并协助大家成立家庭。同时做好薪火传承、轻盈共创的公益事业。现在报名单身故事会，原价12999元，现在报名只要2999元，另外还可以免费获得动画影音行销辅助工具和专属个人的一页式影音销售页，价值9800元。透过免费教育课程与多元商务讲座，让你快速拥有客群人脉，快速建立专属你的销售团队，请洽菊志平0986490228。
不要再介绍，再介绍就多多太多。好。我是代表我们所有的同学来参加，然后代表同学帮我们说讲讲话。因为公司不管是到后面的，所以会让我们高峰。来，再敲一下。好，来敲一下。来，师妹，师妹讲几句话，讲几句祝福的话，再拍你哦。希望大家都长命百岁，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哎，很好，啊。哎，讲几句话吧。清脆。Thank you.